舒晴，你这房租都拖了这么多天了，你打算什么时候交啊？过几天吧，再过几天就有钱了。哎呀，没钱了就跟哥说。那李哥兜里那钱可是想花都花不出去。我跟你说，只要你……舒晴在家吗？一会儿给你送盆花，帮我养几天呗。可是我……哎呀，你姐夫送的两朵白玫瑰，我本来还说趁他出差去玩几天，你就帮我养一下，不死就行。好了好了，挂了，我一会儿就到。这是你种的花吗？是啊。我很早就注意到了。
我每天都会路过这条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路边种了几朵白玫瑰。我以为是路人买了之后，随手插在了这里，我也没有多想。可过了2个多月了，我发现这几朵花没有枯萎的现象。直到有一天我路过这边的时候，我发现你在给它们浇水。但是我已经1个多月没有了。是啊，它们都已经枯萎了，你觉得它们还能救得活吗？我也不知道。那既然这样，还不如把它们都拔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可以帮你养它们的，虽然我也没有养过花，但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美好而又浪漫的事情。看到这些美好的生命从无到有，一点点的绽放，就好像自己也重生了一样。因为我以为你不会再来养它们了，所以我就想过来，看能不能拯救一下它们。哎，那个花盆是？我准备买来放在家里自己养的。怎么了？是不是又没钱花了？不是，我就是……哎呀，我的钱都给你爹还债了。别着急，等我这把牌赢了，给你发个红包。Thank you.
可能他们已经救不活了吧？可能吧，但至少他们都还没有死。也许我们再过来照顾他们几天，就又会继续绽放的。希望吧。看样子他们就快好起来了。东西掉了，是你？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这附近。有点乱，来这边坐一下。刚刚你钱包掉出来的时候。照片滑下来了，那是……哦，那个，她是我前女友，不过已经走了，走。去世了，大概3年前。她也很喜欢白玫瑰，之前每天都会送我一朵。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吗？不用了，那走吧，外面雨也停了。看吧，我就说他们会好起来的。你为什么要种这些花？其实是因为我的前男友，他走之前送给我最后的东西，就是一束白玫瑰。走。去国外了，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不过听说他好像已经结婚了。他说，觉得我像白玫瑰一样，洁白、艳丽、凄美的，让人想要永远的保护下去。可是后来他走了，白玫瑰也枯萎了。没有枯萎，他们不是又重新开了吗？所以要谢谢你。
你觉得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另一个人？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只知道，喜欢一个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可以是一种行为、一句话，甚至一种气味、一个笑容。不过在我女朋友去世之后，我就再没敢有这种感觉。其实也有过心动的感觉，但我又很抗拒，或者说是很害怕，很害怕再去喜欢上一个人。他已经去世很多年了，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很长，我应该会忘记他，不过我还是很害怕喜欢上一个人。那你呢？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这就是我的工作。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in Paris and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 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feel still alone. I just wanna go home. 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from Paris and Rome, but I wanna go home. Maybe surrounded by a million people, I still feel all alone. Just wanna go home. Oh, I miss you. I've been keeping all the letters that I wrote to you, each one a line or two. I'm fine, baby, how are you? Well, I would send them, but I know that it's just not enough. My words were cold and flat, and you deserve more.
Very thought of you makes my heart sing like an April breeze on the wind.